你这个，你是3点半出发是吧？我叫刘秋明，今年30岁，是湖北黄陂的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说实话，每天跟医护人员他们在一线的人打交道，心里是有一点怵的。但是，毕竟要有人送他们上下班，觉得还是可以克服一下。 好像医那个医生来电话了。第二职业学校对面那条街是吧？本科医学院。就我们，反正就是加了一个群，在一个群里，我们有很多同事在里面约这个车，就基本上就是约就能约得上。你约要派专车那种，可能他们也负担会小一点。 不然太多人约的话，他们会忙不过来的。就是进入服务，不要上坡。像这条路经常走，对，经常走。平常什么样的感觉？平常这条路最堵的，中南这一块也堵，特别这个时间堵的动都不能动。 现在就感觉特别空旷，人基本上都待在家里，也没出来。嗯，给你吃的，放心。种的那个，这边种，里面还有两个柚子，两个橙子，都是自己家种的。最美的时候，春天吧，春天的时候，街上到处都可以闻到花香。 视频请订阅 HKG 部 YouTube 频道。